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爱亚时段的女主播，我叫苏坦坦。接下来一首侯旭的桃啊，对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喜欢这个神曲的小伙伴们呢，可以在这个视频的右下角有一个关注吧，关注我一下。每天晚上12点到早上7点是我直播的时间，可以来139727，对 ，YY 139727，可以听我唱歌。这个深夜有谁陪我买醉？尝下这杯孤独，我会想谁？我才知道，我回忆的、回忆的、回忆的，却是你，只剩下我自己狼狈。记不清这是第几夜不归。残留的几分真情我会给谁？我才知道我想念的、想念的、想念的全是你，却留下我自己心碎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想抱着你哪怕只有一秒。记不清这是第几夜不归，残留的几分真情我会给谁？我才知道我想念的、想念的、想念的全是你，却留下我自己心碎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想抱着你哪怕只有一秒。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想抱着你哪怕只有一秒。我好想逃，逃不掉，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我好想逃，逃不掉，想抱着你哪怕只有一这首歌来自于侯旭的桃送给大家哈，然后喜欢这首歌的记得帮我点赞转发评论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小伙伴们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